夏，指导员，你们好。嚯，这正副支书一起来，我想必有大事啊。向指导员，你算猜对了，我们是来求援的。求援？哎，这话可说远了，我们两次拉练都麻烦过赵建营，赵大爷有事只管提，谈不到求援。好，那咱们就实打实。 这不，上级决定，秋后要在赵家营和双峰山一带进行一次军民联合演习。为这事儿啊，想请你们去个同志，给咱们民兵讲讲怎么打坦克。这另外呢，县里又决定要推广百余峰创造的谈话饲料，咱赵家营是个实验点儿，这双重担子需要个帮手啊。 看样子，派百余峰去最合适。既当过一炮手，又是谈话饲料的发明者。哎，那再好不过了。<笑>哎呀，真凑巧。百余峰和张铁墩到师里参加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去了，回来后呢，也是为这次军民联合演习，决定让他上车了。问题不大，军民同条衣服弹，备战备荒为人民嘛。 等百余峰回来再研究，老李啊，你看呢？哦。
再研究研究吧。赵大爷，请到连部坐吧。啊，赵大爷，指导员下午去读书班，我陪你老去。来得及，走。 白峰，这不是咱们连吗？连长，你看，谁回来了？白峰，小白。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各行各业大集合，你们可开了眼界了。说我不小吧，小白？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小白啊，你要早回两天呐，就能见到赵大爷了。哦，嗨，小白再开会的时候就说过，估计赵大爷会来的。我说小白啊，你估计没估计到咱们连当前的形势啊，全连上下一股劲儿，争当这次军民联合演习的突击连，这就是咱们连的形势。 啊，至于赵家营的事，指导员去读书班之前，我们研究过了，咱们有求必应嘛！啊，痛痛快快去，痛痛快快回。白玉峰，白玉峰，铁墩儿，白玉峰，带上雨衣。 哎，给赵大爷他们带个好啊！哎，白峰，小白，小白呀，连长让你坐团长的车去，让你早去早回。咱们不是已经答应了赵继营，这不？小白，连长说，你脑子有灵活点儿，地方的事儿复杂。耿副参谋长也提醒我们，眼下要一心抓军事训练。 注意谦虚谨慎，向人民群众学习。是。走，先看这边地形。好啊，来。 小丁，快点！嗯，今天咱们好好给大伙讲讲。嗯，对，别动。
哎呦，冉霞，我正想找你呢。老魏叔，什么事儿？咱大队代制糖化饲料的户数还扩大我。你想喂？是啊，冉霞，怎么样，把我扩大进去吧？哎，老魏叔，原先百一峰在这拉练的时候，当他一提出用柴草喂猪的想法，你就捂着嘴笑。 说是怕笑掉大牙，现在就别提这个了，那不是中了刘少奇粮食不过关、养猪事业不能大发展的刘毒吗？这不都大批判了吗？刘毒肃清了，你可得想好，别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来回跳的。哎，冉霞，这饲料进了咱赵家营一个多月了，眼见为实，我服了，坚定性的一定喂。好吧，我和赵大爷。 再商量商量。哎，那倒是，那倒是。走。快走吧。怎么是这样？哎，你们上哪儿去？我们上大队去。二婶，到你的了。哎，张大娘。 用什么装？沈大娘，哎呦，这不是小柏吗？你好啊，好，好啊！哎，你们看看这是谁来了？小柏，小柏呀，小柏呀，快过来，让爷爷好好看看您。这一晃啊，从拉练离开这儿快半年了吧，小柏。 真是想你呀，尤其是这新饲料一进赵家营，大伙就更想你了。说的就是呢，你发明的那个，哎，叫什么来着？叫多酶菌糖化饲料。哦，<笑>这个名字我记不住，反正是好方，省粮食。说的对呀，这方啊，我越是看好啊。 就越想学，越想学呢，还就越着急，越着急呢，还就越学不会了。<笑>比你大娘做饭还麻烦呢。沈大娘，老金爷，你们的意见提得好啊！哎，这可不是提意见呢，这么好的法儿，还提什么意见呢？老金爷，像您这样的老饲养员，都学不会这个方法，说明它复杂难学。 嘿嘿，这可真叫说得无心，听得留意呀。好，就算老金爷我提了这么一条意见，可他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这法对咱们有好处，无论再难再复杂，咱们贫下中农也要学，也要用啊。小柏呀，小柏。 赵大爷，哎呀，可把你给盼来了！来来来来，快进屋！哎，快进屋！快坐快坐。柱子，快回家，告诉你奶奶准备饭。白峰同志，晌午到咱家编织饭、编开课，给咱全家讲讲怎么打坦克。咱家可是民兵连的火箭筒班。别显摆了，快去吧。小柏。<笑> 看见了吧，咱赵家营啊，真比过节还热闹呢。是啊，冉霞，别忘了跟钟五哥再说说啊。哎哎，魏福禄，你也想喂啊？哎，好话要说尽，好事儿要抢个先儿，这叫随潮流。再说从猪嘴里往外掏粮食，这事儿多便宜啊！白一峰同志，冉霞同志，<笑>你来的正是时候啊。 我们正应付不开呢，就连魏福禄这样的人也要喂糖化饲料，你说这新鲜不新鲜？嗯，是新鲜呐。这号人呐，他过去一直反对糖化饲料，怎么今儿个这弯拐的还很急呀？这话听着呀，还很刺耳呢。嗯，这句话。 倒使我想起过去一件事情。听我父亲说，旧社会，咱们穷人
一年到头吃的还不如地主老财家的猪狗食。就这样，我们村的地主还嫌剥削咱们不狠，大清早站在村子中间公开叫喊，要从咱们穷人嘴里往外掏粮食。这和咱们村地主魏殷侯一样狠毒。嗯，这些事啊，咱们老老少少的可不能忘啊。嗯。 看样子，围绕着饲料革命的问题，还会有一场阶级较量。啊，高副参谋长，您放心吧，争取突击连的决心，我们下定了。嗯，好，人员问题，我们统筹安排。是，我一定抓紧。哎，这人员问题，哎。 围绕着饲料革命问题，还会有一场阶级较量啊！我越想学呢，还就越学不会呢。比你大娘做饭还麻烦呢。 有了，铁墩儿有了，什么有了？你看，发面蒸馒头是把面肥和在生面里边，在一定温度下，它就开始发酵。发酵，也就是微生物在生长繁殖。根据这个道理，咱们要是能找到一种像面肥似的东西来代替菌种，把它往粗饲料里一拌，也让它发酵、糖化。 那不就像发面蒸馒头那么简单了吗？哎，好啊！要是这个方法能实现，那贫下中农可就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了。连长，给我吧。嗯。李连长啊，李连长。 完了，完了，全完了！哎，老魏啊，有话慢慢说，别哭哭咧咧的。哎，这影响。哎，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家的两头猪，昨天吃了糖化饲料就全死了。什么？猪是吃糖化饲料死的？
是啊，是吃糖化饲料死的呀。就是嘛，你看，这是好吃的呢。我没有办法呀，连长。没喂别的呀？哎，没喂别的呀。哎呀，这玩意儿，李连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你呀、啊。这柴火当饲料啊，这玩意儿可真是不怎么太保险。那不一定，这人经过发酵，多次实验。你要讲道理嘛？你家死了猪，这和部队有什么关系？对嘛？哎，那怎么没关系呢？那糖化饲料是百丰创造的，是部队推广的，可不是百丰制作的。即便是由于设备简陋，混进了杂菌，造成了中毒死亡，那也只能是谁制作的，你去找谁去嘛。对呀、啊，这谁做的，你去找谁去吧。老魏同志，真有意思，真成问题，这谁去嘛？先别急，我们部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看着群众的利益受损失。是啊，是啊，请你说说，猪死前有什么症状？口吐白沫，浑身哆嗦，从发病到死不到俩钟头啊。请兽医没有？嗨，没来得及，让我们西院给看了看。西院？他怎么说？他说没治了，是急性食物中毒啊。他根据什么说是急性食物中毒呢？他说病从口入啊。那大队喂糖化饲料的猪死没死？没。各家各户呢？没。既然都没死，为什么唯独你家喂糖化饲料的猪死了呢？对呀、啊、这好比做饭一样，饲料都是一个锅里出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都没出事儿，就你家死猪呢？那我哪知道呢？反正我猪是死了呀。哎，李连长啊，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呢你啊。好老魏啊，别难过，我们负责。老魏啊，还没吃饭吗？小吴啊，到，领他吃饭去。我看呢，用柴火这玩意喂猪啊，有点不大保险。算了，我不想吃饭。哎，小柏，就让他白闹了，真憋气。我看呐，这是别人装药，未服路放枪。我的意见，为了军民关系，挽回影响，推猪，我反对。还没弄清为什么唯独魏福禄一家死猪，就稀里糊涂的陪猪，这等于承认魏家的猪是糖化饲料喂死的。不要过于自信，这糖化饲料就不出问题。再说那魏福禄一口咬定猪是吃糖化饲料死的，你能怎么的？行了行了，我早就说过，咱们不是干这个的，早应该见好就收，干脆快刀斩乱麻，交给地方由人家去搞，咱们少掺和。我不同意，对待这么复杂的问题，不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态度。就这么定了。连长，我想再去一趟赵介营，了解一下死猪的真正原因。你还去捅？连长，赵家营的冉霞来找魏福禄了。那你去一趟吧。是。乱哄哄的，真热闹。我看呐，热闹还在后头呢。俺耿副参谋长的意图，早一点调。白峰同志，你原先是优秀炮手，根据需要调你回撤，仍然担任一炮手职务。程四平同志，根据耿副参谋长的指示，调你接替白峰的工作。喂猪？对，希望你向白峰学习，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的锻炼锻炼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我服从。好，就这么地吧。
连长，连长，要是为了战备训练调动我的工作，那是正确的。可今天在这个节骨眼上调我上车，我看指导思想有些不对头。看来你是不通啊。不，眼前不是当一炮手还是当饲养员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对待这场阶级斗争，这关系到咱们连队建设的方向。我建议召开执委会。召开执委会。好。白一峰，小白，这是指导员托人捎给你的。小白，我们大伙儿都支持你，我爸爸来信让我向你学习，今后啊我一定抽空参加你们的饲料革命。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早不调，晚不调，正赶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把白一峰调上车。白一峰是一心为着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这有什么错呢？铁墩啊，你说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我们连长，不，还有耿副参谋长，抓什么什么重要，一抓军事训练，其他什么都不要了。铁墩啊，还有什么？没了。好，铁墩啊，就要有这么股子劲儿。报告，进来。首长，电报。首长，我可以回去了吗？铁墩啊，我们一定认真对待你的意见啊。哎，政委啊，啊，上级同意我们团派部队到赵家营双峰山一带配合民兵进行反坦克训练。好啊。二连的这个事儿说明在我们团里有的同志认为把部队紧紧地关在坦克里，以为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呢，这不仅用坦克的钢板隔断了同群众的联系，而且也使部队脱离了三大革命实践。嗯，我们要继续狠抓批林整风，进一步肃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老高啊，我倒有个想法，咱们因势利导，是不是让二连担负这个任务？哦，对，对，让他们在农村这个大课堂里，在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中锤炼，统一他们的认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小柏上车喽。对。铁墩儿，铁墩儿，指导员，铁墩儿，怎么了？怎么了？我对你有意见。提吧。这明明是连长吹西北风，用调动工作拆饲料革命的台，可你倒好。顺风打气，不坚持原则。刚才听程思平说，你还心情舒畅，还乐意回车。你，
你还笑呢，我都快气炸了。铁墩儿，指导员来信了，信上说四了革命说到底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铁墩儿，咱们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必须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这是咱们连队建设的方向啊。道理是对啊，可那四了革命呢？一定要把四了革命坚持下去。那你被调上车了，还怎么干？四了革命主要是依靠群众嘛。再说，还有你呢。我可没有你那两下子。铁墩儿啊，指导员的信上写着，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无敌于天下。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这就是毛主席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啊。好，我接着干。铁墩儿，你可得多帮助我。你看指导员给我们送什么来了？酒曲。为了试验出方便群众的新饲料来，指导员比我们想得多，看得远呢。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人民的智慧，闯自己的路。对，我们一定闯自己的路。铁墩儿，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越是上坡，我们越要扑下身子，拉直套，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谭鑫呢？团长，团长，我也参加怎么样？欢迎，欢迎。像疾风扫过地面，像雷电滚过云天，它可隆隆滔滔旋转，龙腾虎跃霸凌天。像疾风扫过地面，像雷电滚过云天，它可隆隆滔滔旋转，龙腾虎跃霸凌天。我们是人民的叛国兵，革命重担挑在肩，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越是艰险越向前。一天不怕一身泥，今天不怕一身汗，连的坦克擦脂飞烟的炮弹长了眼，多年几手真本领，当人铁马把地肩。像疾风扫过地面，像雷电滚过云天，它可隆隆滔滔旋转，龙腾虎跃霸顶天。像疾风扫过地面，像雷电滚过云天，它可隆隆滔滔旋转，龙腾虎跃霸顶天。我们是人民的叛国兵，革命重担挑在肩，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越是艰险越向前。
咱们连猪场死猪了。指导员，你赶快去看看。是。快点。养猪出名，死猪也得出名，这名算丢尽了。这哪还像个连队，简直快成了。过去也没发生过这事儿。别看了，是撑死的。多可惜！撑死的。小程，你喂他什么了？我一直喂桃花饲料。今天早上，让我喂了一顿玉米和黄豆。黄豆。这喂桃花饲料的猪，不能冷冻全喂粮食。这你也不是不懂。这个我懂。这次桃花饲料，全让我做坏了。一时没接上茬，哼，我看你是思想没接上茬。铁墩儿，说话要注意团结。去吧，去去去去吧。猪死了有什么好看的？走吧，走，走吧，猪死了几口？什么原因？三口，是撑死的。啊？撑死的？哎，为什么不想办法抢救呢？咋没抢救呢？这不。听说百一峰采集的这种草药能给猪治病，我就给灌上了。谁知道不大一会儿，猪一蹬腿儿就死了。哎呀，这是毒草沾鸭死，百一峰正研究它呢。那你，我哪知道啊？哎，你程子平。过来，这粮食是咱们全连同志起早贪黑种出来的，是百一峰闹饲料革命，一粒一粒节省下来的。可你，就这样忍心糟蹋粮食？铁墩儿，你不要得理不让人。你，程思平同志，我们要学习贫下中农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穷法养猪，可不能搞富法养猪啊，这样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忘本呢、啊。这也是倒退。什么？忘本？倒退？哎呀，你们可真会扣大帽子！白一峰，赵大爷来看你来了，在哪儿呢？又走了？怎么回事？听说白一峰调动了工作，再碰上今天这种事儿，连长他，那赵大爷哪能做得下去？留下两块酱区，哦，就走了。赵大爷说。他和乡亲们问候你，连长，快去吧！你看今天这事儿整的，是。小白，大爷，您大老远的来了，连口水也没喝，你，孩子，你大爷和部队交往这么多年了，这些事儿咱们都能体谅啊。听说你调上车了，我也没打扰你。大爷，魏福禄家死猪的原因查清楚了吗？小柏呀，我知道你的担子重，工作忙啊。可这饲料革命的事，贫下中农盼望他。阶级斗争也需要他呀。魏福禄家死猪的事儿，
是敌人利用糖化饲料复杂难学，各家各户不容易制作的弱点，下毒药嫁祸于糖化饲料，这是设法扰乱人心，挑拨咱们军民关系。大伙儿让我转告你，这次军民联合演习，乡亲们都盼望你们连去，更盼望你去呀。大爷，请转告乡亲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咱们军民心贴心，肩并肩，奋发图强，共筑长城。为了落实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我们二车要求去双峰山赵家营配合民兵进行打坦克训练，请党支部批准，并在实践中考验我们吧。二车全体成员。嘿，二车的建议啊，敲到点子上了。我们四车坚决响应二车倡议。对，我们响应。哎，可有一个问题啊，咱们连要是去双峰山赵家营一带配合民兵进行反坦克训练，那突击连的任务可就争取不上了。这倒是个问题。哎，为了全局，应当甘心当配角嘛。对，就是嘛。为了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咱们全排应该向连里写一份响应书。同意，同意。来，现在就写。好，行，第一句，你啊，我们坚决响应二连六条。哎，这有劲儿。车长，对，这样就是。快点，我想找小程。对，好好，和他谈谈，你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是。小程啊，咱们谈谈心吧。还谈啥？你们个个心情舒畅，唯独我，猪让我喂死了。打个报告，要求上车。程四平同志，墙上挂的红旗，面面都体现了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宗旨和路线，也浸透了革命先辈的血汗。我们后来人只能给红旗增光添彩，可万万不能给红旗抹黑呀。抹黑？小程啊，咱们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坚持革命，坚持前进，一心朴实，全心全意，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民信得过毛主席放心的战士。小程，珍宝岛的英雄们说得好啊，毛主席的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潇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这些天我算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那几句不在行的话惹走了赵大爷不要紧，这可引出个军民关系的大问题呀、啊、还有咱们连队死猪的事儿，要不是我把白一峰调上车，也不会造成这种恶果。我看你还得找找思想的根儿啊。
对，根儿啊，我对四辽革命认识低，没有看到他对战备的意义。粮食是保中保，备战备荒少不了。知错必改，干脆下决心把百峰从车上再调回来。老李啊，我看这只是认识了问题的一半，才一半。报告，进来。小板，听说你们写了请战报告，让我们看看。我们二排也要响应。请战说，我先看看。好啊，写的是时候，这对咱们争取突击连。啊，二车倡议书，要求去赵家营，配合民兵进行反坦克训练。一排响应书，这是谁的主意？我。你们先回去休息吧，小白啊，你也先回去吧。是。你看，你看，他一个人去不要紧，还想把他们全连都拉下去。老李啊，为了落实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为了坚持连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我们应该支持百余峰他们的倡议。指导员，你还不明白，小白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想和地方的事掺和。老李。团长，团长，嚯，这屋里屋外挺活跃啊！好，你们接着谈吧。这不，首长也在，咱有话摆到桌面上谈。好，你先谈，我先谈，我就先谈。来，百玉峰又想出个新道道。咱们两次去赵家营拉练，谁不知道那里的阶级斗争复杂？小柏一个人去，就惹来魏福禄闹营房。要是这么多人一去，还不知要捅多大娄子呢。再说，耿副参谋长在三连蹲点，就是为了帮助咱们争取上突击连。要是一去赵家营，那突击连的任务，那突击连的任务就争不到手了，是不是？李树刚，我们要求的突击连不仅仅在军事上能冲锋陷阵，同时在阶级斗争中也要能打先锋。一句话。我们要求的是军政兼优的突击连。李树刚，你的这些糊涂观念，我也有一定的责任。找个时间，咱们好好扯扯啊。是啊，是得好好扯扯。这两份报告写得很好，战士们想的多么深远。我们作为各级指挥员，执行什么路线，把部队往哪里带领的问题，随时随地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团长，嗯，搞什么呢？团长，百玉峰用9+2区代替美军扩大培养，进行发酵试验。好啊，只有多多借鉴和吸收民间的老法子，才能便于群众接受。你们的方向和路子是对的。小柏呀，这是什么名堂？这是一种毒草，名叫粘鸭死。哦，听你们指导员说过，它还有些纪念意义。是。听我父亲说，在旧社会，我姑姑饿着肚子到野地里去挖野菜，把毒草粘鸭死当野蒜吃了，毒死在野地里了。是啊。把他留在身边，经常想一想过去，能使我们不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向威啊，到，把团党委的决定告诉他们。是。你们的请求报告正巧和团党委的决定是一致的。团党委决定，我们连去赵家营、双峰山两地，配合民兵进行反坦克训练。党委希望你们在农村这个大课堂里向人民学习，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既要完成训练任务，又要尽快地试验出方便群众的新饲料来啊。是，只有学人民才能为人民，坚决完成任务。
百峰就要开始了，是啊，这个好。注意，时速八指是5公里，发动，前进。没死呢，好啊，你们练吧。他福禄哥怎么回来了？不去看热闹去了？咱没脸凑那个热闹啊。他们这一来，就用不着你去凑那热闹。准来凑你，凑我，大侄子，那赵忠武、冉霞是个你两口猪啊，是缓兵之计呀、啊。这百峰一来，是跟踪追击呀、啊，到时候里外夹攻，可就要对你搞阶级斗争啊。不能吧？哎。这不都是你出主意让我到部队去？哎，我可没让你上军队里去闹腾。我只是说，人民军队爱人民，别说两口猪啊，就是两头牛，也是小事一件。哎，这话没错吧？这，嘿嘿，他福禄哥，自己系扣自己解嘛，检讨检讨去吧。可别像我似的，叫人家批斗一通。哎，鸡飞蛋打，闹个里外不够人儿。检讨。少新，讲评就到这里，二车的成员留下，其他车进行车辆保养。是。这。解散。李连长，这不，大伙儿同志们都在这儿。上次我到部队去那个事儿，怎么还没完了？不，我是来赔礼道歉的，都怨我私心太重，钻到钱眼里去了。咱们军民之间可不是阶级斗争啊。看你说的，没那么严重。Yeah.
反映的情况很重要。看样子，魏福禄唠唠叨叨的直检讨，说明他背后这个人啊，想暂时收一收啊。您的意思是说，敌人为了下一步好伸一伸？嗯，小白啊，小白，老金爷，你整天劳累的，今儿个爷爷我慰劳慰劳你，谢谢您了，老金爷。嘿嘿，我早就准备着你这一招了，解放军都这样，我见过。老金爷，您留着自己吃吧。哎，还缺着我了？咱们大队有个规矩，每封水果下来，老年人先尝头一口啊。快拿去吧，这是新品种苹果梨。小柏，尝尝鲜儿吧，这是咱们队里的新鲜货。是吗？它又是苹果又是梨，吃一口俩味儿啊。苹果梨，老金爷，谢谢您了。都拿去，都拿去。嗨，这孩子，这孩子啊，有心机啊。小柏，啊，你看，小柏，小陈，指导员批评我了，我错了。小陈，家里怎么样？忙，部队很快就要进入军事演习，节节地狱啊。这好像什么曲子？这是蹴鞠。蹴鞠，是沈龙年寄给你的。我按照你们试验九将区的方法，也搞了个试验。试验怎么样？不行，太酸太硬。哎，你们看，苹果梨。这是通过嫁接，集中苹果和梨的优点，培育的新品种。要是咱们也来一个。哦，对呀，你的意思是说这饲料也来个嫁接？对，要是把酒酱醋三种曲子的特点综合到一块儿，形成一种新曲，用它来发酵柴柴草草，你们看。成啊，三种曲子加在一起的霉菌种类可比糖化饲料多多了。哎呀，小柏，你可真能动脑子。咱们找展霞他们商量一下，一块实验。走，好。上哪儿去啊？呵，小程来了。连长，小柏有个新想法，想和展霞他们一块搞实验。哦，有新的想法？好，我支持。这两口缸就是给你们搞试验用的，可有一样啊，得先在帐篷里试，成了再宣传，不成就拉倒啊。连长，我看你不是真支持。哎呀呀，小程，几天不见你，我还不是真支持。为了这两口缸，我来回跑了十几里地。那连长，既然咱们已经走出了营房，就应该与群众的科研活动结合在一起。小柏呀，我不反对与群众结合，问题是地方的事儿复杂，万一……北风同志，北风，听说你们有新想法，给哦，开会呢，那我们等会儿再来，走。哎，好吧，只要保证不捅娄子，你们就去。
仍然是民兵打敌人的集群坦克训练。示范动作由赵家营民兵连担任，要注意安全，各就各位。中午哥，中午哥，坏了，大队出场出事了，出事了，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峰，大队主场出事了，跟我家死猪一样，口吐白沫，浑身哆嗦。什么？这是胃，胃的什么？胃糖化饲料中毒。糖化饲料？哦，不不不，是为百峰新试验的发酵饲料中毒。啊？哎，连长，猪场，这影响。去，命令部队待命，我去请示汇报。连长，这军事训练不能停啊，这样会中了敌人的诡计。什么诡计？都怪我当初没有坚持原则，同意你们到猪场去搞试验。哎，连长，你先指挥训练，我去猪场，训练完了再。行了，我的小白呀，这军民关系的政治责任我负不起。小白，你去驻场，我负责。好。南霞，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军事训练也不能停。对，走。哎，赵大爷，这点小事儿算什么？走。小白来了。小白，赵大爷，饲料我检查过了，肯定没问题。现场没发现别的，只发现了两小块窝头。从病猪的状况来看，肯定是急性中毒。对对对，跟我家死猪一样，顶多再活一个钟头啊。怪呀，这喂的不是一种饲料，可猪的病状都一样，这就用不着从饲料上找原因了。说不定这是一个人干的呢。谁干的？周五啊，真是，这么重吗？这个书怎么办？是不是？哎呀，你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太快了，不妥了。你们看，这是什么？是不是蓖麻籽？不像，没油性。哎，小白，这猪症状和咱连猪死前有些一样啊。詹亚死。小白啊，窝头里肯定有毒品，这是敌人狗急跳墙了。赵大爷，这个东西长在深山里，我见过。虽然被切碎，破坏了原来的形状，不易辨认。但从猪中毒的症状来看，我看这是毒草粘牙死。什么？粘牙死？听说过。白玉峰曾经化验过，这是碱性毒，酸碱综合，需要用醋来解。醋解那容易啊，那就赶快吧。对，这种毒草我不懂，要万一不是碱性毒，是酸性毒，就用醋来解。那不是火上加油，加快这些猪的死亡吗？那就先豁出一头猪试试看。对呀，对呀，不行啊！试试，等试出结果来，其他的猪就来不及救了。那可真急死人了，这可怎么办呢？还想办法吗？这影响到您，这是怎么办的家底儿啊？你看看，这下够呛了。赵小白，这怎么回事？广副参谋长指示，这里的训练很快就结束了，你们单车立即返回部队集结地域，这里的一切由我负责。立即返回？对，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啊！执行命令，连长。
赵大爷，作为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为了对人民负责，我敢肯定，这是毒草沾牙死，应该立刻灌醋。赵大爷，我相信赵家营的皮下中农，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一定会把阶级敌人揪出来，一定会。放心吧，小白，咱赵家营的贫下中农，经过这阵势，什么？单车调回？怎么搞的？向威啊，你去接一下小柏，然后跟他谈一谈。是。看来，我们对老耿同志的帮助还没有使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很自信呢。白一峰回来也好嘛。这样，在演习开始前，可以通过他的示例，对我们干部进行一次路线教育。官兵互交嘛。嗯，你的意思是让白一峰和老耿谈一次？嗯。好，就这么办。Thank you.
耿副参谋长。哦，北风啊，回来了。我正想找你谈谈呢。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坐下。小白啊，我知道，你是有高度的纪律观念的。啊，回来的对啊。耿副参谋长，这次你把我们单车调回，和连长调我上车一样，都是在节骨眼上。对，都是在关键时刻。小白啊，农村的事情复杂，那不仅仅是几口猪的问题，弄不好会把你们连队给陷进去。作为领导上，如果在关键时刻不果断地处理问题，那就会有害于革命，有害于同志，同时就更不利于军民关系。耿副参谋长，记得刚入伍的时候，你扶着我的肩膀说：“小柏呀，咱们是人民子弟兵了，要时刻牢记人民群众的利益，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民信得过、毛主席放心的战士。可眼下，赵建营正处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回避斗争，这样怎能成为一个人民信得过、毛主席放心的战士呢？”小白啊，道理是对的，可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你们连目前既不是支农，也不是拉练，而是担负着军民联合演习的训练任务。首长，训练是为了战备，军民联合演习也是为了落实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这样就更需要狠抓阶级斗争，搞好战场建设，这完全是一致的呀。嗯，道理也对。可小柏，我们总不能因为这些事情把一个军内外出名的连队无休止地拖在赵家营吧。再说我们也不能断然肯定那里就是一场阶级斗争，难道饲料就不会出一点问题吗？李指导员，首长，您知道我们连是有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呀。可这阵子，小白，小白，你看谁回来了？连长。连长，小柏呀，这窝头里是詹雅死，不是饲料问题，猪得救了，新饲料成功了，赵家营的阶级斗争盖子终于揭开了，两次督猪都是魏银侯一个人干的。可我挂了道道，把劲儿使反了，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我辜负了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信任。不，
问题表现在你身上，可根子还在我这儿。由于我的路线偏了，影响了军内外的团结，也影响了部队的建设。是啊，我们各级指挥员执行什么路线，按哪个阶级的面貌建设部队，是直接关系到我军能否成为执行党的纲领和路线的工具呀。对，看起来我需要进一步肃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重温我军的光荣传统。白一峰同志对我的帮助是中肯的，看来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的理解不完全在于军龄的长短，这就是同志们给我的深刻教育。耿副参谋长，好，李树刚、向威到，你们连经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锤炼，提高了军政素质。为此，团党委决定由你们连担任这次军民联合演习的突击连，你们要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坚决完成任务。